父子随着
茂州天庭，简称南北斗府，作为中国江西省印塘市龙湖山四行天师府中村社内居住，奉道吉祥，社交返乡，拜文奏明，升职给贫，拨将保泰弟子。张庆伟、李波、陶超、李斌、黄奇、季龙、贾金燕、郑志刚、葛金香、吴银贵、卓锦平、任章峰、金一、杨成都、陈彦彤、穗国霞、沈军、石淼、李智慧、徐奇栋、张浩、唐国斌、杨年年、康小新、杨龙、张薇芝、魏荣臻、迟俊毅、赖雅浩、林龙昭、张慧仙、马昭鹏、王武龙、于红、白松松、王斌、刘树、梁清波、吴森健、康海峰、杨凌仁、刘志健、崔国际、王伟、李刚、周小伟、张春、武延娇、刘法成、钟振国、张秋龙、林兰、肖金彪、李倩、陈尧哲、王藏银、于小华、归肖峰、邱金珍、李志勇、邓居清、傅成凯、胡明贵、赖祖都、王鹏杰、罗玉衡、刘海滨、岳翠良、刘雷震、常伟、林东强、厉应堂、王彩虹、王金龙、张丽萍、雷德军、冯海华、张文初、祝秋冬、陈家春、郎才军、潘亮新、赵云强、倪丹丹、翟朝伟、杨海国、杨九平、童思条、陈逸文、方永强、曹源、赵秀兰、潘群鹏、燕宗前、季爱华、张少平、徐春光、王彦军、邱新勇、卢超、田永忠、陈玉国、林莽、方瑞海、林明贵、黄水河、陈怡、王殿勇、李松、冯振春、李慧良、林毅、吕学秋、林本顺、冯杰、李福亮、陈军、刘当平、包宏丽、王小祥、胡立辉、杜怡明、王艳锦、冯焕伦、张德武、周望先、廖丽君、陶永宪、吴涛、杨安国、吴仲科、王国杰、黄万春、吴佐清、陈东来、戴淑龙、王亚峰、周仁东、赵雷、鲍振声、胡宏平、郑仁健、杨杰、燕化武、赵建长、魏巧琼、孙宝勇、朱红芳、徐恒前、皮亚文、刘守富、苏华、张排南、顾飞、翁庆珠、李秀琴、周军、郑慧祥、周金兆、陈亮、周全富、姚冰冰、周文荣、李维忠、彭勇、宋伟、许新奇、于凤玉、陈干松、刘应光、郭金花、苏秋风、杨伟丽、李连俊、赵浩航、叶祥宏、吴玉洲、徐良龙、雷建林、王永庆、王春华、张宇、雷开树、曹恒阳、别道生、杨新昌、吴老三、王宏伟、王商长、于海洋、于礼活、王培林、吴木生、郝文奎、王祥兴、吴金星、杨丽斌、郭明奇、
邱汉辉、于孔奇、李尚春、李孝金、谢汉周、陈明强、李康成、周超、陈继平、梁国强、张森德、黄泽堂、杨国才、周伟、赵俊堂、黄光达、李代凯、张本良、许哲模、郑中仁、邱良山、杨晶、林蕊蜜。以上弟子人人起了虔诚的神天地负载之恩慕神圣宽福之德，知恩广有达报全无尽修焦点，答谢天恩赐去金月初三日，其见受禄焦点，公葬雷氏于天师父立堂自行修建，正因启祥。初五日开堂请水讲经，初六日安龙殿堵三光唱，初七日声闻法咒天师宝唱，起司扬方挂王，初八日苍神夜烛开启传度受禄，初九日《道德经》讲解道门死归清净经，初十日颁发职牒经录上表科仪圆满送圣等交仪，上期天地洪恩下报男女堂胎，共迎百夫妇幼方来投盖宣喜事，曾领辞遣妾除以居住天庭地逼，简成南北国服，齐庆三官求福，生成阳福佳宁，叠情雷霆灌浆，城隍庙社司命赵军，壮通功曹服侍当房土地传递等神，一文何属各衙取出，请旨诏令一颗修复外，福愿一神上达叩穹苍，望神赐福保平安，三光大帝垂百福，十方众生降仙强，是农工商皆敌及，男女老幼均安康，九谋虽以财源勇，实系方言福寿长，回路温风俱天灭，直到光飞西锦苍，所言未经门庇佑，同济大道破五江，今亦一文又成公干，三清大道正盟，四福万灵洞见，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虽在戊戌年十月上万两当，举一百百金口上。天真，高登某个天真，大道无量，不可思议。